他是杀伐决断的战场将领，又是扶危济困的一代大医。他是李白诗中的神仙，也是苏轼心中的老师。他被英国剑桥大学著名教授李约瑟称为最伟大的博物学家。他是葛洪，一个时代大变局中的求索者。 他的求索影响了很多人，直到今天，直到这个时刻。在这个意义非凡的时刻，屠呦呦的名字被写进世界的历史。2015年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音乐厅。现年84岁高龄的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在瑞典卡洛林医学院发表。这是中国科学家在中国本土进行的科学研究，而首次获得诺贝尔科学奖，是中国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奖项。当屠呦呦的颁奖典礼结束后，当人们一次又一次聚焦于这个事件的时候。 葛洪和他的一本书成为很多中国人所关注的焦点。葛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座山成就了葛洪，葛洪也让这座山扬名天下。这里的一草一木启发着1000多年前的葛洪，也同样启发着今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我们罗山啊，是我们中国的名山。中学生物老师周天来今天利用假期，带着他的学生来到罗浮山观察植物。看到没有？那些有的小苗，看它的形态，然后再闻闻它的味道，然后呢，你知道它的形态是怎么样，味道怎么样。你出去以后看到像这样的植物，那么这个就是黄花蒿了。 罗浮山的青蒿最早记载的，它有药用价值的是谁啊？葛洪。啊，哎，对了，葛洪，你讲对了。他是1700多年前的一个医学家，他就是用这个青蒿啦，当时啊治疗那个痢疾啊。你们有没有听过那个诺贝尔奖啊？去年的、啊。有那个屠呦呦的灵感又来自于什么？葛洪。那个肘后病机方啊。 那本古籍里面那一句话，“青蒿一获”，就是这青蒿。老师和同学们所在的罗浮山，地处广东省博罗县，在这里，葛洪曾经著书行医。罗浮山下4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300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曾经这样描述罗浮山：罗浮山方圆260多公里，有423座大小山峰，有980支活水，峰峰有灵境，满山皆甘泉。 南方充沛的雨水让罗浮山四季常青，遍布植物3400多种，其中中草药1400多种，是天然的中草药宝库。公元306年，23岁的葛洪第一次来到罗浮山。 山上万物蓬勃的生机和清静恬适的时光，让葛洪纷乱沉重的心安静了下来。一个江南繁华之地的官宦子弟，怎么会来到千里之外的深山之中？这要从葛洪的童年说起。公元283年，西晋太康4年，葛洪出生在江苏句容的一个官宦世家。 祖父曾任三国时代吴国的太子少师，父亲做过晋朝的太守。然而，葛洪却没有享受到太多。情诗的想法。郑隐，一位儒道兼修的大学者。相传他80多岁，鬓发斑白，但是精神抖擞。他能够轻松地拉开硬弓，射出100米之远。更重要的是，郑隐的老师是葛洪家族中的一位前辈葛玄。因为这样的渊源，葛洪在16岁时拜别母亲，踏上了求学之路。 郑隐应该来说就是东晋那个时期的一个高道，他是我们丹鼎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传人。葛洪为什么他有机缘来入道？他的直接的引路人就是郑隐。但是呢，郑隐的似乎是还可以追溯到葛洪的重祖葛玄那边去，所以他这个是一脉相传的。道可道，非常道。葛洪来到郑隐居住的马迹山。 今安徽省内，每日学习经典是他的必修课。葛洪年纪最小，却是最用功和最听话的一个。在众多弟子中，郑隐最喜欢葛洪。郑隐教导葛洪，人生的目标不应局限在功名，而要追求生命的真理。 因为可能他是葛玄的后人，所以郑隐对葛洪还是比较看重的。虽然很小跟他学习，但是他交给他很多任务，比如说抄写经书啊，抄写很多重要的一些典籍。所以在郑隐的弟子里面，葛洪是比较难得的接触到很多一般弟子看不到的一些经典，包括道教的经典，也包括有些医学书。 道家寻求长生，注重养生。当时的修道者大多也是高明的医生。郑隐传授葛洪儒道经典的同时，也为他进行了医学启蒙。在这里，年少体弱的葛洪学习了骑术和射箭。射术是儒家6艺之一，乱世中可以抵御敌寇，防备盗窃。 他为此勤学苦练，逐渐习得精准的剑法。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郑隐认定葛洪是他合适的继承人。他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传承传授给了葛洪，这就是道家的炼丹术。道门里面有一个说法。 道不外传，它与秘传的这个传统，啊，尤其是这个丹方，他害怕别人知道，所以他一般来说呢，道不传六耳嘛，他一般呢就是通过师父传徒弟的这种形式，口耳相传。炼丹术里奇妙的化学反应，着实让葛洪着迷。对于炼丹而言，细微的观察和实践必不可少。 这也成为葛洪一生求医问道的基础。正当葛洪努力求知之时，公元303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加剧了社会的不安，地方叛乱终于被触发。 战火很快蔓延到了葛洪的家乡句容。身为官宦士族之后，济世安民是早已埋藏在葛洪心中的理念。他开始了人生的第2个志愿——驰骋沙场，建功立业。 他回到家乡，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军旅生涯。惨烈的战争中，葛洪凭借过人的头脑、高强的武艺，立下赫赫战功。 他由此被加封为伏波将军。他把获封的赏赐大多分赐给了手下的将士，又拿剩下的布匹置换成酒肉，犒劳军士们，深受士族爱戴。 战乱平息后，葛洪得到皇帝的敕封，加上世家大族的出身，仕进之途在葛洪的面前变得更为平坦，是追随父辈的脚步进入朝堂，还是去探寻自己的道路？而自己的道路又应该是什么？在数年征战中，葛洪目睹了太多生死疾苦。 战乱中生命的短暂和脆弱，王朝的腐败，官宦权力斗争的残酷，都使他想要远离那条权贵之路。在郑隐多年的教导下，葛洪更明白世间有高于地位、财富、名望的追求，这是对生命大道的追求，对人性本质的探寻。 葛洪卸下战袍，穿上道服，他要像他的老师郑隐、祖辈葛玄一样，踏上探索生命的大道。江南地区的战争刚刚平息，在北方，西晋皇族之间为争夺中央权力，爆发了八王之乱。 这场战乱旷日持久，民不聊生。葛洪本想前往当时的文化中心洛阳求学，然而道路被乱军阻隔，他只好辗转于中原各地。在一个烈日炎炎的下午，葛洪行走在徐州的山路上，遇见一位老妇人躺在地上呻吟不止。葛洪见她痛苦不堪，便想救治这位老人，却因未有足够的医学知识而一筹莫展。此时，恰好有两个道士也路过此处。 葛洪便向他们寻求帮助，哪知道士们对此不屑一顾。病重的老妇人最终在葛洪眼前离开人世。那一刻，葛洪突然意识到，在这个混乱的社会中，自我的修行再高明，对那些朝不保夕的民众又有什么帮助？因此。 求道之人也要先用医术救人民于疾苦。你有了这个医书以后，你还可以凭借着医书来济世度人，来教化民众，来扩大道教的影响。道教呢是把医书作为它济世度人的一种手段。 一个人生命中的最大幸运，莫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发现自己活着的使命。也正是在此时，葛洪萌发了从医之心，这是葛洪人生转折的重要时刻。从这之后，他将研习的重点放到了医术上，由历转变为中医学习之旅。 学医之路，首先从采药辨药开始。直到今天，很多中医学习者依然保留了这样的传统。像这个呢是白花悬钩子，一般来说是5到7对，大家看着是吧？彭光天是广州中医药大学的专家，他正在进行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项目。 今天，他带着学生来到罗浮山，一方面考察当地药材的资源情况，一方面通过这个过程教给学生们辨识各种中药材。我们说这个呢是兔毛冬青，用来治疗感冒的。那么冬青科植物，我们识别的是第一个它都是木本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冬青科植物，它幼人的部分大家可以看一看，它往往是有人的附生的。第三个，我们看它的叶子，你把它摘下来啊，它是比较脆的啊，就是这个就比较好区别了。可是这有线吗？你看它的线条。 当年的葛洪就像今天的中医药大学的学生一样，每到一处，他都会留意当地的特有植物，留心观察，将其记录在册，并思考可能会有的医学价值。好，过来吧，嗯，小心点啊。好，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是石菖蒲了。石菖蒲，哎，顾名思义，它是长在这个石缝里面啊。 葛洪，他到广东这边来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找石菖蒲。这里它有那个根状茎，这叶子闻一闻，它都有芳香性气味啊。彭老师带领学生们正在做的叫做样方，他们需要通过 GPS 定位。 对10×10平方米内的药材种类进行计算，以考察当地中药的资源状况。记 GPS 数据了啊，海拔，380米，经度114度，零分，23.1516秒。先看看，第一个，这个是大戟科的啊，照片号。 2728、2729，小心点哈。哎呀，这个还是比较险的。出野外非常辛苦，比如说下面就是悬崖，旁边就很窄的路，你要非常非常小心的。蜂咬、蚂蚁咬，或者有的还有毒蛇。 一日，葛洪行至一家农户，想借碗水喝歇歇脚，却听见屋内喷嚏声不断。询问之下，农妇带他来到丈夫的床前。葛洪仔细观察农妇的病情，属外感风寒的症状。葛洪看着灶台上摆放着的几件物品，心生一计。 他让农户的妻子把葱头、豆豉都拿出来一些，按量煎煮，再盛出来给她的丈夫饮用。葱和豆豉都发挥了通阳发汗的功效，简单有效。这就是葛洪发明的葱豉汤。对于当时的普通百姓来说，医药知识匮乏，药物昂贵且难以取得。 葛洪在从医过程中特别注重寻找一些方便低廉的草药，同时结合百姓的日常饮食。这种化平凡为神奇的食疗思想，在今天的中国民间仍然被重视和传承，特别是广东地区。 这里是广东省博罗县的中药药市，当地的市民们买菜回家，往往会顺道买上1-2味中药带回家煲汤。这个多少钱了，阿姨？1块钱了，就买这个吧。我叫陈素芳，今年53了。我现在退休了，就做志愿者啊，参加做义工啊，其他事情。 我个人来说哈，好像我的家庭1个月2次煲2次汤，煲汤一般都是煲药材汤多一点。我选了6样：党参、桂圆、杞子、莲子、熟地、红枣。又补气又清润又安神。凉茶一个月也是吃2、3次吧。夏天的时候天气比较热，清凉解毒嘛，消炎嘛，去火的，老祖宗传下来，老百姓都喜欢喝这些。 从结婚到现在就开始学，以前是妈妈做的嘛，结了婚以后要自己学啊，学做饭啊，学煲汤啊，学煲凉茶啊。在寻常百姓家，凉茶与煲汤已经成为家庭调养的一部分。1700多年前，民间的各种方法同样对葛洪有着启示。 在葛洪学医的过程中，他一直注意从民间收集各种简单有效的药方，为他以后的著述积累了丰富的素材。他的这些著述对人们的影响深入生活的细节，直到今天。我叫谢元文，今年35岁。金建莲呢，是我们这里有那个药王之称的美誉。 我们做的有金线莲老鸭汤、水鸭、龙骨、红枣、橘子，还有那个金线莲啊，放水去蒸，蒸2个钟头。它有清热解毒、强身健体，还有那个功效。 金线莲汤也被当地人称为葛洪养生汤。葛洪也许不会想到，它将如此深远地影响着岭南地区的人们。他来到这片湿热的土地，竟是因为一次偶然的故友重逢。 一天，葛洪游历到荆州时，偶遇故友姬涵。姬涵是三国名士姬康的侄孙，即将赴任广州刺史。他的一位朋友就是姬涵，就想找一些熟悉的这些朋友一起去帮他当参谋，所以葛洪就受他的邀请，准备到广州来去任职。受姬涵的委托呢，先来广州去 打前站。然而，先头到达广州的葛洪却迟迟等不到姬涵的到来。深夜里，葛洪辗转反侧。不久，有消息传来，姬涵被记恨他的官员加害去世。葛洪笼罩在了巨大的悲痛之中。 在他的心目中，姬涵是忠义能干的良吏，只是由于世道混乱，死于官员之间权力的斗争。梁俊败于捉狱，智士置于暗室。葛洪写下了这样激愤的文字，他陷入了深深的愁绪之中，思索着该何去何从。 回想起多年来的经历，年少丧父的痛苦，拜师求学的渴望，军旅生涯的峥嵘，诸多往事一起涌上心头。最终，葛洪再次清醒地认识到，游医求道，追求生命的真相，才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道路。 在这条道路上，实现个人理想、成就家族荣誉，都只是自我的局限。只有不断突破，才能走向更为广阔的人生格局。葛洪决定做3件事：山中修道、著书立说、用医术惠及百姓。 葛洪首先将他学医以来在民间收集到的治病方剂和方法整理成一本书，叫《御寒方》。他第一次明确提出，给百姓的药要方便便宜。这本书其实篇幅非常大，100卷，可以说他应该是把他所能看到的所有的有用的中医的方剂全部收进来了。按照他的一个设想，整本书就是很有条理，按照不同的病症分成不同的种类，那么把不同的方放在不同的病症上面。 在整理著作的同时，葛洪来到了一座他向往已久的名山。他的先祖葛玄曾在这里问道，他的老师郑隐也曾在这里修炼。这座名山就是罗浮山。还有写了一首诗，写得很好，他是写罗浮山的：阴冻冷冷，风沛青青，仙居永洁。 花木常有。道教有洞天福地的说法，将中国的大小名山进行了划分，罗浮山便包括了10大洞天中的第7洞天，以及72福地中的第34福地，可谓是道教中的重要仙山。 葛洪在他的名著《抱朴子自序》中写道：“是以古之道士，合作神药，必入名山。若有道者登之，则此山神必助之为福，药必成。”罗浮山正是他心目中最为理想的修道之地，也最终成就他成为中国道教史、中国医学史上不可替代的人物。 在罗浮山期间，葛洪一面修道，一面开始着手自己的第2部著作，这将是葛洪一生留下的最重要的道家著述，它就是《抱朴子》。治河者，不以山海为远，水以柔泉，谷以悲安。这些都是葛洪在《抱朴子》中写下的名句。 多年的游历，不断的思考，加之罗浮山这如仙境一般的山山水水提供的灵感和体悟，葛洪逐渐梳理出自己多年来的思想心得。《抱朴子》分内编和外编，外编呢主要可能讲了很多这个经世的道理，比如说儒家的思想啊，怎么又是治国；内编呢是他主要探讨这个道术的。 外和内嘛，相应的一个是出世，一个是入世。一般学术界呢，对葛洪的这个评价说他是内道外儒。那么早期《抱朴子》呢，葛洪应该来说他是一个儒生，但是他由儒入道。那么“抱朴”这2个字，应该是继承了老子《道德经》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 就是叫现述抱朴。就这样，葛洪在罗浮山上一面炼丹修道、著书立说，一面为村民义诊。村民来求医问药，他总是耐心和气地医治他们的病痛。一夜，他被一位村民带到村子，一进村。 一阵恐怖的气息袭来，这些身染怪病的村民骨节剧痛，病状惨烈，整个村子人心惶惶，大家都认为这是上苍的诅咒。这是一种葛洪也不曾见过的疾病，他彻夜思考，仍然不得病因。从发病之迅速、病状的惨烈来看，并不像病人自身原因造成的。他决定第二天再到村子仔细观察。 葛洪来到了一家刚刚开始发病的病人家中，他听说病初起时，皮肤上出现赤红色皮疹，大小如豆薯粒，他想一探究竟。再次仔细观察病人的病情后，葛洪联想起这几年在岭南山区中采药的一些情形。岭南地区瘴气弥漫，多虫蛇。 这种怪病会不会和这些状况有关？葛洪来到广东以后，他发现岭南的气候潮湿炎热，病多，热利于物，不利于人。怎么叫利于物？那物就病原微生物，到处蛇虫鼠蚁、毒蛇啊、猛兽、蚊蝇遍地。 经过反复的观察，葛洪终于发现，患者的皮肤上附着一种极为微小的虫子。他开出了令人大吃一惊的药方，用针将患者皮肤上附着的虫子挑出来，将10片大蒜放入热灰后贴在病处。 随着时间的推移，病人逐渐好转起来。 葛洪医术高超的口碑不胫而走。这是世界上最早关于恙虫病的技术，比美国医生帕姆在1878年的记载要早1500多年。葛洪把这些创新性的发现都记录整理在自己的著作中，这就是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肘后备急方》。 正是这本书启迪了1700多年后的屠呦呦。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2015年，屠呦呦因开创性的从中草药中分离出青蒿素，应用于疟疾治疗，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青蒿素的研究。 现在同学们所做的，正是当年屠呦呦提取青蒿素的实验。然而，在这一伟大的医学成果发现之初，屠呦呦的医学团队面临着巨大的困境。当年我面临研究困境时，又重新温习中医古籍，进一步思考到东京葛洪肘后备急方有关。 青蒿一物，以遂两心之交取之尽服之的经验记载。用现代的话表示，就是用青蒿一把，用冷水来浸，捣成浓，就这样喝下去。屠呦呦研究员敏锐地感觉到，我们提纯青蒿素的这个技术思路应该要改变，应该是要走低温萃取的方法。 用高温加热的思路提取青蒿素，让屠呦呦经历了190多次失败，而正是葛洪的冷处理方法，给屠呦呦带来了成功的曙光。葛洪记载的治疗疟疾的方法有20多种，用青蒿抗疟只是其中之一。这些原创性的发现，正是他多年的细微观察、不断实践所得。 从广东开始，葛洪步入医术逐渐精进的阶段，从一名普通的医生向一代中医大家迈进。葛洪在广东的行医经历，不仅引领了岭南医药学的发展，也在中医发展史上竖起了鲜活的里程碑。 当时的岭南因为有吴岭阻隔啊，就很少有人愿意主动来这边去行医或者是卖药等等，所以岭南地方缺医少药。但是他就把北方比较发达的中医药学知识带到了广东，所以这是对广东的医学发展起了一个非常好的作用。邓铁道老先生说过这么一句话：“苟洪他开创了岭南医学的先河。”第一次来到岭南，来到罗浮山学习行医的葛洪，此时已过而立之年。短短的30多年，他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世态炎凉。他像当时绝大多数世家子弟一样，开始抱有建功立业、光宗耀祖的个人理想，但是，最终他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葛洪选择了在大山之间和清泉对话，与草木为伴，在日月的交替中感悟自然之道，和一个个深受病痛折磨的百姓一起共同体悟生命的无常，探索永恒的真理。此时的葛洪还是孤独一人。在接下来的人生中，他结识了志同道合的伴侣，他完成了影响深远的著述。他在罗浮山开创的事业，至今惠及当下。葛洪传奇的后半生，又将有着怎样的故事？